是。哎呦，怎么他妈就是你了？这场我要电爆你们，电爆！哎，干我怎么他妈选一台？干为什么他们有正太郎？他们怎么也选到正太郎？干我为什么没有看到正太郎？你们两个没正太郎的 GG 啦！你们啊，怎么有人选正太郎？第一开始就没有过啦你！是小毛第一名了啦！想撞哦啊！妈的，吸你！哇，哎呦喂！哎呦喂、啊！你也是低能儿、啊，我吸一个尾流，不然飞进那个水里呀、啊。尾流哥，哦呦，好会飞！哦呦，尾流哥在这边。看这台车啊！哎呦，尾流啊你啊！看这台车子那么慢啊！看你没车速，你一样输啊！他们为什么干？他们正太这两个是要从。啊，这样这一场就我和赖永麟两个人玩的啦。干什么慢啊？这什么烂车啦？妈西车没？干你就不要给我输，盖小猫把挤掉，小猫把挤掉。我不可能会输啦。小猫你行不行啦？不要被人看不起好不好？小猫，妈都开正太郎还赢不了他。我就算赢了你一样看不起我啊！你不要那么讲。不会，你赢他我会稍微看得起你一点，好不好？啊，稍微啊，稍微，对吧、啊？让赖永麟继续落魄啊！刚第四名两场啊，已经不可能了啦！看后面有没有那种登山图啊？哎、欸，如果有的话，我搞不好还可以摆回一层哦、喔。啊，小毛拜拜！看小毛你是垃圾哦、喔，小毛你真的很不争气耶！你们几个在后面他妈不要一直讲话好不好？怎样、欸？我们后面的人没有发言权，就对了。你下车好不好？欸、你下车车给我开好不好？我不然去追他。屁屁屁！完了，干小毛你很 low 哎、欸。对，喂呢，各位不好意思。我各位不好意思。哇，这那么细哦、喔。你们都太烂了，懂吗？啊小毛在我后面。太烂。啊啊！来了啦。这么废。他这么废，你们怎么会把希望全部放在身上？哎、啊欸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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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靠，这样都可以哦、喔啊。小毛来了，小毛来了。阿、啊、李杰森累了，在后边啦，后边出位啦，栽了，后边出位啦，哦。还有这怎样？我刚掉进一个水坑，已经一蹶不振了，好不好？那阿李杰一蹶不振。刚赖永麟有看到那整个。案发现场啊！智障，我们直接往水坑开。哇！白色，我刚刚那个尾流一吸，我拉不回来呀、啊！啊，我完了，我完了，我完了，完了！你完了就不用挣扎，先停下来好不好？停一下。欸、怎么复活啊？靠腰！停一下好不好？复活！靠腰！完了啦！完了！怎么走完了？哎哎哎哎哎！大哥，嘿嘿嘿，你怎么在这边啊？超我！啊哎，你是在这边？关你屁事！你在干嘛？我喜欢在哪边就在哪边，你管我？你逛街哦啊，看风景哦啊！我喜欢在哪就在哪，好不好？你管不着。停下啦！哎呦哎呦，还有机会哦，还有机会哦！没机会，怎么可能有机会？他一定有机会的啦！小毛那个性无能来了啦！性无能。那、啊、你刚刚不是说你看得起他吗？啊啊！赖永麟在这边干嘛？哎呦哎呦，赖永麟，哇！干这什么鬼啊？这怎么这么？哎、欸，这怎样？哦哦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干没上去，靠呀！完了啦，白痴，小毛来了啦！是啦，弱智、啊，小毛来了啦！干嘛挤下去？你先弱智啦！你要干嘛？挤下去！挤下去！挤下去！啦！弱智！龙脉圣，自相残杀，好不好？龙脉圣，干你留下！耶！啊！干第一撞你这是王八蛋呢、欸！正太郎还第三名，丢笑！我看不起你，不是没原因的啦，我跟你讲。啊，李杰森，你完全与世无争呢、欸，你。哦，你还刚好进电梯。刚刚那一场就是你没压我，他妈才没赚到大钱，懂不懂？我在中间啊，表示什么意思？
表示你们要输了啦、就是啊！我跟你讲，在中间代表就是夹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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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好？夹吉他，夹吉他。我叫树滚到旁边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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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小毛你是真的狗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你刚刚用力的给他顶下去呢、欸，是是是，妈的，怎样？这个小毛老板弄下来，你等我，妈的！我干嘛等你啊？我到底为什么要等你？等一下是谁在弄我啦？我看李杰森，你这个垃圾！李杰森，你完蛋！不是小毛，你刚刚自己放尾流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顶我屁股，哎、欸，你就是有罪是啊！你吸了我的屁，啊、你还敢，你还敢那么给我大声？好，那算了，别不要吃三妈啦，你自己去吃啊！他妈的！哎、欸，你啊我啊啊！吃哦，吃到了啊！白痴哦！哇哦！怎么会飞？什么鬼关卡、啊？好爽，好爽哦！好爽！半车位，白痴哦！要拉个彩虹，一定要拉一个距离，半车位飞不上去啊！卡好哦，再过一个，再过一个，天助我也啊！哦，等等等等，是啊，太棒了吧！那你刚刚就给我从我的下面渡上去，第一撞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还是第一啊！白痴哦，怎么上不去啊？我这场真的是有如神助哎、欸！哇，我直接从天而降哎、欸，这一场。我们可不可以玩一些我们玩过的关卡、啊？不要玩这种啊！奈安呢？一直重复玩那种我第一名的那种关卡。哎，白痴哦、喔！你哪位、啊？撞他小滚开啦！滚开啦！白痴哦、喔！李杰森，你有过吗？还没，我这边有点卡住。我不要被比烂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喂哦！我吓吓我一跳！我跟你讲，你等下可能会遇到小毛。那你就是老废了啦！哎呦喂啊！我这一关真的帅哎！帅！哎呦妈，吓死我！等下我一定会撞到人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连撞好不好？都撞！哇！回来了，从头开始。有谁还没下来的？等下会可不可以撞在一起哦？我现在往上爬，看我前面。哎呦！啊！往上跑，小心了！啊！小心了！啊！哦，吃到了！哇哦，有如神助！有如神助！哦吼！哎、欸，我这场真的好扯、哦！未来了，未来，未来，未来！白车，我刚要飞出去了！这是什么风火轮关卡、啊？这是两个大 U 字、哦。有如神助，有如神助！你不可能啊！幸运女神现在站在我这边，白痴哦！看来神仙还是有保佑我，赶快赶快！这关怎么玩？这场绕一圈，白痴你哪位啊？啊，小毛，他妈刚刚不是很chill吗？啊，讲话不是很chill，讲话不是很chill啦！我讲话还有很chill啦！撞什么东西啊？你撞我的你！啊！白痴哦！靠腰哦！哎呀！哎、欸，这样让我知道，让我知道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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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下去！哎、欸，我刚差点撞到你，我那个表情是真的，跟他在开车，然后差点出车祸那个脸，你知道吗？妈，我刚吓死！我跟你讲，看我试试看，想玩个游戏有没有必要那么刺激啦？哦哦哦哦！碎碎碎碎碎，果然用这招哦，就是爽！哦呦，哇，跟黄真擦肩而过！哦，我看你刚刚是谁啊？橘色的，哇，丽江啊！吓死我！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已经抓到这游戏的技巧，吓我一跳！什么东西在旁边不爆炸？我干你，真炸哦！啊！你先滚开！你先滚开！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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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也是你憋的、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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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没事，哇，有过有过有过呢！我看这关好刺激哦！李杰森第四名了，我操！哎、欸，哇，这一关也太恐怖了吧！妈的，你、欸、这关很像在玩云霄飞车，哎呦，这关是笑飞音是不是、啊？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怎么每次下来都会出 trouble？ 没事。哎呦喂！啊、靠！你这边翻了一个龙溜人啊！哎呦，哪一次我撞到电线杆，急拍，干又有人来了，谁？小毛快追啦！小毛快追啦！我刚撞他。白痴！我刚才跟他擦肩而过。哎、欸，干、啊、差点又撞他一次。哎呦！我白痴啊！我的谁啊？看怎么他妈是赖永林啦、啊！
干，哎、欸，好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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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刚才撞到了，刚倒正了。哎呀！呀，我吃到点了，我吃到点了。哎呀！还没有结束啦，一个撞一个，一个撞一个，一撞我怎样啊？干每个复活都是撞。王子人都追到我了。所以真假？我看我第四名呢。哎呦喂，李杰森怎么在这边啊？白总刚掉下来呀、啊，掉下来一个，他妈的龟变龟孙了，我跟你讲。你猪孙啊你！哇你猪孙、啊，白痴啊！你又是哪位啦？念奇怪呢？我好不容易上去的，你为什么要出来呀、啊？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关叫预设无碰撞。好猪不挡道、啊。快了快了快了！哎呦，我是不是要倒追李杰森啊？哎、欸，我是一个哎、欸，不是，我一直在那个，我怎么会一直往外飞呀、啊？哎、欸，到底这有几圈啦、啊？哎、哦、呦！哎呦，怎么他妈就是你啦？啊！我怎么看到一个白色车子，妈直接直通天际啊！他妈的嘞！安身住了，是发生一个什么样的事情？我笑死了！哇哇哇哇哇！那就是你他妈的！是哦，你们两个，哎、欸，戴宏林是放弃了是不是，白痴，我被追过了啦，靠腰嘞！看你老小毛弟嘞！哦。看赖宏林是王八蛋是不是啦？哎、欸，我们两个是不是牛郎织女啊？他妈，你去做牛郎啦！你们看林老师耶，赖宏林，哎、啊，你神助嘞啦，第一将。哎、欸、喂，哇、哦，白痴哦，小王子在这边呐、啊，白痴哦，干完了完了，又飘起来了啦！哎呀，啊，不要啦！我还是第四名的啦！哇、哦，你们那边很精彩呢！哎呦，好可惜我都不能参与！哎呀，哎呀，你停下来就参与得到了啦！赖宏林真是性无能呢！好，最后一个高空作业，干怎么又是他妈你啦？看你妈的！看你真的很衰小哎、欸！看你是吃屎长大了是不是啦？你他妈吓死我！你才是吃屎长大的吧？妈的，尿养大了是不是啦？那我怎么第三名啊？后面是谁？后面是谁？第四名的我啦！我跟你讲，现在没有人可以再撞我了。现在也没人可以再撞我们，看李杰森超小，看一个打花，哎哎哎，怎么了？白痴，现在店没赖宏林是？不然呢？不然拎周公哦、喔。我还真觉得我拎周公哎、欸，温周公哎、欸。哎呀，你来哟！看我的幸运女神嘞、欸，在家、啊。谢谢各位，第二名，谢谢，谢谢老师的，谢谢，看节目叫是干音老师哎，赖宏林，你老师电话多少？他妈翻出来、啊，哦，干我真的很强哎、欸、我，你真的很贱哎、欸、你，我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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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乱讲，贱，你这是干嘛干嘛一撞我，你知道吗？你是。剑没有关系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完赛了，你是整个人火化之后，那个骨头都剑，你知道吗？